如何用薄纱做九个独特的东西？为什么这儿会有一个神奇的小盒子？在我们新的拉力路视频中解决这个难题吧。出色的创造毅力使得路易斯·普鲁顿跟所有其他的时装设计师都不一样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会遇到一些创作上的困难。你知道，时装设计师习惯于多种任务处理。也许，真是差，你叫那个轮廓。在有人根据我的素描缝东西之前，我会把它扔掉。我们的设计师显然有过更好的设计。又是个不好的设计。啊，这不是。拿走你的咖啡，离开这里，天才正在工作。废纸中的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？一个盒子，很棒。线、卷尺，这些都是缝纫用品，但是它们太小了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我待会儿再考虑。我找到了灵感。普鲁顿正在画他最好的草图，就像痴迷了一样。盒子被用来做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，观看稍后会发生什么吧。里面一件豪华的礼服是婚纱，用剪刀剪掉气球的顶部。这件雪白的内衣就像手套一样合身，一块薄纱做成了蓬松的裙子。拿出缝纫用品，测量一块10×40英寸的布料，然后把它剪下来，在最低温度下熨烫薄纱。也拿出2块7×40英寸和4×40英寸的织物，也熨烫它们，把3块放在一起，并用缝纫针固定。然后用线缝上并拉紧。把缎带用热胶粘到聚集的边缘，然后在腰部系上蝴蝶结。哇，每个新娘都梦想着这样的裙子。我们也用薄纱做成紧身胸衣，剪下10×4英寸的一块，缝上2行针迹，使它们彼此靠近，拉线来收起它。在娃娃身上试穿紧身胸衣样本，用金色的缎带紧紧地系在腰部和胸部，拿掉剩余的线，修剪多余的布料。这是一个简单实用的生活窍门。我们用叉子制作迷你的蝴蝶结，用缎带包住叉子的叉齿，穿过头，并拉动它，在中间打个结。用热胶把蝴蝶结粘到紧身胸衣上，并用水钻装饰织物。这条裙子看起来像童话里的样子。我们用面纱完成外观，剪下一块长的薄纱，用线拉紧上面的部分。在王冠上加上一些闪亮的水钻，然后把缎带和配饰粘到面纱上。一个迷人的新娘应该得到最好的婚礼花束。我们需要一些人造花和一条丝带，把花放在一起做成半球形的小花束，用一根茎缠起来做一个基底，剪掉多余的部分，并用缎带装饰。我们做得很好，精致的花束确实和礼服很搭配。精美的婚礼鞋子使外观更加完美。我们终于
终于可以试穿整套衣服了。好像有人太着急了。亲爱的，现在扔花束还为时过早，我们补一下妆容。我们的新娘已经准备好用她的美丽征服整个世界了。印度的色彩经常激发着时装设计师的灵感。新模特儿会穿豪华的纱丽。首先，我们制作内衣，用黑色的气球。我们有金色花纹的面料，看起来很棒，甚至在我们用它做成东西之前就很美。把它放在娃娃身上，用缝纫针沿着身体固定上轮廓，剪下需要的尺寸，用金线缝上边缘，粘上搭扣当紧固件。我们的模特穿着这套衣服看起来真的很棒。每个人都喜欢印度的配饰，特别是当他们是黄金时，拿出不同的水钻和一条破的旧项链，用钳子钳掉需要长度的项链，并用龙虾扣把它连接起来。这个金饰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旧的破项链。我们做耳环，把大水钻穿到金属圈上，用热胶把宝石粘在一起，在周围粘上更多红色的小石头，把红色的珠子穿到圈上，固定上金色的连接器夹子，做好了。这是催眠吗？你就是无法把视线从它们上面移开。用金色的配饰装饰头部，用钳子钳掉链子的一部分，用金属丝固定紧固件，并用水钻装饰圈。在额头中心加上一个红色的圆点，当然手镯永远都不嫌多。该做纱丽了，在腰间系上一条窄的长布料，并把一头放在肩膀上。我们的印度服装快完成了，加上一个花环，这是爱和幸福的象征。我们的美女穿着她的印度纱丽跳舞，看起来令人非常兴奋和神秘。香的味道告诉你印度所有的秘密，还是这是通常放在度假的房屋附近的花朵地毯的味道？只有他知道。斗篷是一种无限的趋势，这是换新衣服的好主意。首先选择合适的面料，这太薄了，这太轻了，薄纱是透明的，我应该选择什么？有千鸟格图案的羊毛，那正是我需要的。画出草图，并剪下一块合适的布料，给头剪个洞，然后缝上肩膀，去掉几排织物，你会得到很好的流苏，这会使我们的衣服更好。缝上脸帽，缝上褶，使它紧密贴合，仔细缝上珠针固定住的地方。我们看一下模特，嗯，还不错，对吧？我们仍然必须加上鞋子和配饰，把灰色的流苏绑在皮绳上，放在连帽上。 DIY 鞋子，有流苏的高筒靴搭配斗篷会很好看。在纸板上描下娃娃的脚，然后切下两个鞋底，用白胶把它们固定在一起，用皮筋把它固定在脚上，使鞋底的形状像脚，使它完全干燥。
同时我们来做靴子的上面，苗腿直到膝盖，剪下两块，用铅笔给鞋带做出标记，用锥子戳洞，用针线把它绑起来。从同一块人造皮上剪下两条，然后剪剪，使它看起来像流苏，粘上它们，使它们重叠。我们来做鞋底，剪掉带子，我们得到了漂亮的鞋底，完整的复制了脚的形状。用指甲锉打磨边上，从葡萄酒软木塞上切下鞋跟，把它们粘在鞋底上，然后从柔软的织物上剪下鞋垫并粘上，用剪刀修剪边缘，用细的织物条做成带子，不要忘了软木塞高跟鞋，用链条配饰装饰鞋子。我们做一个手提包，我们需要酒红色的人造皮，剪下一块当底部，然后从薄的丝绒织物上剪下一个圆片，然后把前一块粘在上面，用锥子打洞，并在周围穿上一条人造皮的带子，拉绳子，加上长的链子当提手。我们把盒子放到最新的迷你的手袋中，该冒险了。马拉卡斯的节奏和自然风光会帮助我们了解异国的文化。一天结束时，我们的服装异常精致，婚纱、纱丽和斗篷，太美了。你喜欢我们时尚的视频吗？那么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我们的频道拉力路上有很多点子哦。